其他地方有什么样的消息？带您看的是屏东万丹赤山岩的泥火山又再度的喷发泥浆，几个喷发口还把地表撑出了一道大约30-40公尺长的裂缝，这个景象相当的罕见。封起来之后变成在这边，而且还裂得比较大。一波波泥浆不断往上喷发，红红的火焰也跟着燃烧，气势惊人。现场不断发出轰隆隆声响，农田中央如遭雷劈，裂成一条长达30-40公尺的裂缝。以往都是单一个火山口在喷发点，那这次得到的裂缝哦，远远的有大概30-40公尺，是极为罕见的。天然气燃烧，火焰直冲天际，附近居民纷纷围观，在场议论纷纷。玉米田变成泥浆池，农民更是无奈。还有人开玩笑，正值反黑箱浮冒学潮，水域怒火连土地都喷浆深源。阿龙导也可以啊，安尼哦，今日较紧，我袂夹饭诶。哦，会损失偌济啊？30-40万呢。安尼哦，有，下骹规个拢无影。没有。屏东泥火山每年都会喷发，但短短百公尺就有三处的喷发点，极为罕见。尽管专家说是正常的能量释放，但反浮冒天怒人怨，难怪民众会说这一次连老天都火大。记者林安平，屏东报道。